我是何佩岑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为新书拍摄书里面的一些照片，然后这本新书的内容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心情的故事。那有一些是之前为时报专栏写的文章，然后我们集结成一本册子，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发泄一下情绪，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情绪都是会有共鸣的，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。那一开始其实我很怕就是写自己脑袋里的东西，因为就是会担心说自己会不会想太多，但是我发现我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分享这些心情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讨论得很高兴，所以我相信生活上有很多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一起聊出来，所以希望这个心情大家可以一起分享，说不定你看了也会有一些共鸣，然后希望到时候新书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，然后支持这本新书，谢谢，拜拜。